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古吉啊，没错，大家看到了吧？改版资料出来咯，应该是改版的预览啊。Using Star 射击之星啊，哦，画面上面还有一个小妖精啊，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妖精的一个改版，对，妖精改版，小妖精要登夺狼啊，一个小妖精，还有一个星星哦，啊，搞不好之后还有一个月亮哦。对，这一次绿洲改版，这个地图该不会又是在绿洲吧？职业又要调整了吗？这一次是妖精的小精灵要掉进水里面吗？哦，没错，大家应该已经100%确定是妖精改版的了，所以大家都拭目以待吧，看一下妖精会改怎样，会不会有这种属性的一个技能呢？或者是新的属性出来呢？大家就拭目以待吧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介绍到这边啦。详细的资料都还要等到3月8号才会出来哦，我们就静静见证嘛，大家拜拜。